大家好，欢迎收看591建安开箱秀，我是戴柔。今天要介绍的建案是豪宅领导品牌中越建设在新庄复都新插起的第一个住宅案，位在国家级从化区，全栋钢石金柱外观，今年 Art Deco 美学贯彻其中，还有百年老树坐镇的霍古董中庭花园，区域内唯一百坪纯住宅豪邸，阔气尺度备受瞩目。谭越，欢迎豪门归来。要打造一栋举世豪宅，要拿出什么样的气度？不惜砸重金远赴欧洲买下矿山，就为了取得纹路完整的石材，气派就是中越的品牌代名词。这一次，中越将选地眼光发挥到极致，决心在新庄复都新再造一座皇城。新庄复都新比肩东京城市规格，具有国际感，街阔市容，以东京新宿复都新为蓝图，打造宜居的 CBD 城市。随着建设逐步到位，也磁吸了大批双北金字塔顶班客群。除了三高三快三捷一转运，更是松山机场、桃园机场的地理中心。复都新周围连接头前从化区、新北产业园区及知识产业园区，形成黄金三砖，带动精致消费群聚效应。这样的钻石级从化区，开启企业总部新赛局，相机大厂 Canon、纺织业龙头如虹，还有404科技等大企业将总部迁入，随之而来的就业人口更进一步带动区域繁荣。中越在复都新精心操刀的第一案长什么样子？全栋钢石凝练沉稳气度，手工金柱红铜金属凿刻细致纹理，千坪基地打造稀有纯住宅豪邸。30层楼 SRC 摩天地标拔地而起，把钢石当标配，艺术品当必须，在每个细节里都承载着豪门光芒。走进挑高15米大厅，意大利国宝级 Gabbiani 水晶吊灯在光线下熠熠生辉，精选名家艺术品展示，刘荣辉老师作品行云流水，运用釉色变化堆叠出层层的光影波动。对细节的讲究造就谭越的奢华与尊贵，眼前5部黄铜制电梯门，昂贵造价是一般门片的3倍，生活从进门那一刻即进入顶级工艺。霍古董是近年来在富豪圈中讨论度相当高的字眼，说的正是匹配高端建筑的庭园植栽艺术。移植百万级日式经典圣木，超过百年的茄冬树在庭园里吐露温润的年岁，以及宝玉的紫檀代表着信仰与崇拜，来自日本四国的黑松展现意志与力量。不惜耗费巨资养育尊贵老树，这是一种生活提案与投资。除了中庭花园，这些公社也富藏了中越专属 DNA。打造顶级俱乐部会所，来一杯午后的热咖啡，在请新款待的咖啡馆聊点生意经。蜜旅时光的养生之道，在于动静皆可，身心合一。跃入四季恒温游泳池，邀你一同放松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看完极尽奢华的现代美术馆之旅后，今天看的食品屋19楼 B2 户，以纽约曼哈顿为题，3房3卫格局，带你来开箱。重达150公斤铸造雕刻地门，由艺术家精工打造特殊家徽，为豪门返家增添尊荣气息。以曼哈顿之夜呼应复都新的绚丽奢华中带点绅士品格，电视墙运用几何拼贴手法，将真皮皮革嵌入镀钛边框，打开令人耳目一新的公共区域风景。
书房墙面向后延伸，利用 L 型双向沙发装点摆设，不仅能放大视觉效果，更能展现豪邸客厅气韵。仿佛走进曼哈顿酒吧的餐厨空间，吊灯如音符般灵动且充满启发性，为这场盛宴画下最完美的一笔。选用深色羽毛壁纸打造餐厅壁面，新作都会雅痞上流人士的品味生活，搭配深蓝色餐桌椅、德国 Not 高定厨具，餐厨一体感与焉而生。延续公领域绅士雅痞风格，次卧融入当代时尚洗练的设计笔触，同时镶座丰富的材质堆叠变化，营造出令人惊艳的质感生活场景。小孩房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采，迎面而来一股流动感，裸白凸显光线与色彩必然的存在，轻柔感在线板之间绵延无尽，设计师用童趣描绘空间表情。出入眼目的视觉端景，蝴蝶墙面翩翩起舞，透过光线恣意流窜，体现优雅质感。创造舒眠视觉氛围，主卧以沉稳基调点缀简约奢华感，双人大床背墙嵌入灯条，让视觉上更具层次。主卧以 L 型动线贯穿，转个弯来到五星级更衣室，女主人化妆台面望美景，黄澄澄光照下，让每日更衣都是酝酿品味的场域。整整100平曼哈顿风格食品屋，设计师以线条明快、去繁就简的方式，勾勒出属于纽约上层的高级名邸感受。看完今天的建案，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潭悦位于国家级重化区新庄副都心，坐拥地理交通优势、高潜力发展性，让各大企业总部竞相迁入，带动区域繁荣不言而喻。潭悦由品牌建商中越建设精心打造，这是中心商业区内唯一纯住百平豪邸，产品稀有性可见一斑。保有中越一贯特色，大基地、大坪数、重金刚石打造，奢华程度绝对能满足层风需求。不过建案仅提供大坪数产品，这一点观众朋友可以依照自身需求做考虑。社区规划更是慈溪富豪置产一大吸引力，升值中越品牌特色，全栋钢石外观，辉煌气派门厅，厚资千万打造百年老树中庭，让住户尽享尊荣。但宽裕尺度换算总价有一点入手门槛，这点观众朋友可以加以评估。今天的建案开箱秀就到这边，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591高档住宅了解更多资讯。除了全台丰富齐全的在线建案，更提供专业影音体验与星级服务。另外别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有任何优缺点想讨论，欢迎底下留言分享看法，我们下次见，拜拜。